喂，小张，什么事儿？啊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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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就这么办，我晚上发给你。哎呀，迟到了。哦哦，好好好，那个这事晚点再说，我上课上课了啊。好，就这样，再见，再见。君怡，以后长大了，你到这边来上大学好不好？好的。兄弟啊，怎么了？这工地悲剧是啥意思啊？哦，这容易，工地悲剧就是。现在了解了吧？嗯。哎，校车快来了，走啊！我们去打球。去打球。哦，打球啊！好好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哎，叶子，赶快走，上车。我要去换手机。换手机啊？我回去了。拜拜。好好好，好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哎，你们呢？你们去哪里啊？不也一个回去啊？不回了，我们直接去机场了。啊，要出去玩了。啊，走了走了。好，走了。来吧，我们是M8，我们在路上，我们是M8。